大家好，我是羊城晚报记者周威，我和我的同事宋金玉现在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。刚刚到机场以后，我们现在准备跟那个救援队的队员一起到阿达达的那个救援中心，然后从这里直接坐飞机再转机到阿达达，然后进行下一步的采访。我们是两个，一个是北京市应急救援协会，一个是绿洲救援队。我们是准备来这边是去哪个地方？要到他们那个救灾联合指挥中心报到。因为我们带了有搜救设备，还有搜救犬，还有火拆装备，我们带的比较全，还有大概3吨的药品。我这一队11个人，一条狗。我们准备现在去哪个城市呢？我们先要到这边报备，然后应该去那个阿登纳。